快手的老铁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在户外开直播，教你们怎么撒网。喜欢撒网呢，今天晚上8:30来到直播间，咱们在现场教你们撒网。现在做一个捡网视频，开始呢圈稍微小一点啊，最后一圈可以适当大一点，手捏的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这是一条仅三指啊，钓完都4.5米的网，重量9.5斤。开兜门的时候呢，离地30公分，拿起两个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坠子是垂直了，然后放到左手啊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呢，开始剪，剪的时候也一样，把这个线啊全部捏在这个虎口里边。看看啊，呈45度倾斜角，剪一点呢往上抬一点，剪一点往上抬一点啊。然后剪到最后了啊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用左手的中指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网一松一点啊。下面呢就是劈网了啊，快手的老铁们看着啊，离着离开地面，手腕顺势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坠子剪的啊全部裸露在外边，看到没有？呈45度倾斜角就 OK 了啊。然后撒的时候啊，两脚站稳，然后网呢向后一摆，然后往前轻轻一撒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！快手的家人们，晚上8:30。准时来到直播间，今天晚上有大优惠。